今日是蔡启朗，二零二四世界钓山菜大会进入第二日，市场以每只之名享有山头的味觉盛宴，吸引了北方游客甲西海商家来到每只古岛，即去品尝地道每只，共享独特的钓山味道。周末的山头天气真好，繁花日丽，来自五湖四海的食货们，跨越山海，花住山头。探寻食道广东味道钓山的真谛。今次个钓山菜大会现场难重整，山头每只个梅粒食材难以抵挡。我在四川读书，因为比较喜欢吃海鲜和生蚝，所以就过来了。这个生蚝它还是要加一点萝卜干，吃起来更有口感，更香脆，可以再弄一点我们潮汕的那种酱汁调料进去，很新鲜，挺好吃的，原汁原味的。然后就一家老小一起过来了，开开眼界，吃吃看那什么味道怎么样，看我们的潮汕的美食有没有什么变化，有没有什么发展。我们坐高铁过来的，叫上亲戚朋友一起过来，听说这次办得很热闹，所以过来凑个热闹，体验潮汕的美食嘛。每只点过来骄傲飘香，食客如风。现场点食的钓山菜既有高台上的海鲜贵族菜品，要充满烟火气的牛肉圆、甘草水果等地道小吃，大家拢按照心当的必吃清单边辣边吃。我心目中的必吃清单有卤鹅、猪脚，还有牛肉丸。我在汕头必吃的就是牛肉丸，还有那个蚝烙吧。那肯定是牛肉丸，那么毕竟是汕头的代表性食物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挺好的，20块钱一个，也挺便宜的。你看这么大一个。入外会的小林平时到北京读书，即在特地约朋友一起品尝钓山美食。小林答：豆花让伊找回了童年，何燕甲老哥即勾起钓山人个简单记忆以及浙江酱个乡愁。非常有我们本地的特色，那个卤料的香味也好，就是勾起了就是我们那种专属潮汕人的那种味蕾的那种回忆吧，那种专属的味觉，一闻到这个味道就口水直流啊，就马上想过来买一份卤鹅去试一试。外地游客兴冷时，即是呼山头朋友之友，也特地从北京赶过来，到了六老街上骑楼游街区。今天个接待晚摆就是冰梅节，伊人这是第二次来到山头，粿条、炖粉等梅节拢食过，感觉非常好食。回去之后，伊将介绍如座个朋友来山头游玩。都是手工制作的，然后呢，那个形状啊，然后那个颜色呀，所谓的讲究色香味嘛，就是感觉都特别好。我肯定是要推荐给朋友来嘛，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广东，然后来咱们汕头。食货们食得好开心，挖菜西北也使出创新看法，展开无声的加量，力求用知香美味享食客。而店位头前摆起的长长队伍，就是食客们对每只的最高评价。这两天的展销会，比我们预期的效果要高很多很多哈。昨天我们整个档口的话，卖了差不多有2000多杯的一个果汁。就是看的样相很好看，就很香啊，很地道的。觉得排那么久值得吗？肯定值得。2024世界钓山菜大会作为展示钓山菜魅力、弘扬钓山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，用味道让北方游客记住甲回味山头这座滨海城市的魅力。而钓山菜大会的早安，则是钓山优秀传统文化出框被认可的一个缩影。这一次展会感觉到应该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，人气最好，大品牌也是最多的，还有品种也是非常多的，所以我就感觉到这真的是非常好了。我也想不到这一次这么好了，未来希望开一个更大的，然后品牌更多，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品尝到我们潮汕的美食。作为汕头餐饮业供应链上的一环，我们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收获，不仅认识了餐饮供应链上的更多企业，也结识了一些新老客户。我们期待世界潮汕菜大会越办越好，希望未来这个办的这个更大，然后这个产品更加这个多样化一些，然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游客
感觉逛的会更加舒服吧。希望说以后可以在汕头多多举办类似的活动，然后丰富我们市民的文化生活。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迎来农历新年，腊月祠是汕头人过春节的基本操场。今年为了方便市民双过年回花费，祠社环境积极协调迎春花祠保障工作，推动到东海崖太菜路钓山北南中心设置大型迎春花祠。开放的时间是2024年1月16号到2月9号。迎新春腊月祠是民间的传统习俗，每年临近春节，华祠各大迎春花祠就人客不断。蝴蝶兰、杜鹃花、大吉、平安朝顶花卉盛满，琳琅满目，增添了浓浓的年味，也乐意吉祥如意。市民会即时纷纷出动，腊月祠上年花、买年花，准备喜迎新春。每年家里都会在春节前买这些花，装饰一下家里。今年为方便市民双过年花，市城管局近段时间来积极务必协调，多番考察点位，积极推动东海崖片区迎春花祠设置，最终选址到东海崖太车路钓山柏林东线设置大型迎春花祠，大力营造2024年花落赏花、年味十足的迎春活动氛围。今年呢，听说是有这个年货节，会有很多的花，可能会更加的便宜，更加的漂亮，然后规模更加大，所以我本人是还是挺期待的，可以到时去现场逛一逛，看有没有喜欢的花可以采购。只见四周的环境又好，马路大又无塞车，来之后停车了咪该弄好。据了解，本次迎春花祠的活动占地规模近500平方米，采取年花加年花的模式。目前，即话500平方米的年花店铺已经招商好，目前花卉店铺正在对外招商。本届迎春花市是以花香美好为主题，结合新春年画举办，由市城管局和市常务局指导，相关协会主办。开放时间呢是从2024年1月26号到2月9号，采取这种年画加年花的模式，打造由花市吃美食、美年画以这样式的平台，为市民群众打造新的迎春网红打卡点。另外，根据相关安排，金平区金阳路西侧西港坪、油田坪立坑花北白色基地、岭南路与海滨路转角东北角、海滨路37号挂界花祠，以及另外区双峰路与松山路交界处花祠，将于1月16号到2月6号开放。特别注意的是，汕头各花祠的设置，根据合理规划、科学布点、规范经验，确保完善为原则，要熟地进行规范管理，不融合尖岛经验。多年老邓克居民对黄花莲沟小户家己陪你营业执照发展变更定潮熟，本来是一件欢喜事，但是有一位事主吸咗啲价可能老掉7.2万元。原来对方是以陪手术的过程推销会员为由，对老同学实施诈骗。好的警方迅速出动，把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，并帮事主追回了被骗的7.2万元。7月6号，市民朱先生报警称，伊到去年7月初委托一个当年不见的男同学陪你营业执照发展变更定手术。隔过唔多，事务培训发帮对方骗走了7.2万元。伊这个就是业主上变更这个手续，我打着就是着总价7万钱就去过税甲清掉，因滴较过相信伊，就如是7万钱通过微信转掉转去。接报后，驻地派出所立即收集、修理相关信息，并根据朱先生提供的材料进行研判。初步确认，证明叫做邓某人的名字有诈骗嫌疑。我所接到报案后，高度重视，在2个小时内抓获涉嫌诈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陈某人。被抓之后，邓某人对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坚定不悔。原来朱先生有一个餐饮店准备转让，需要陪你营业执照发展变更、甲食品许可证变更等，但唔熟悉聊天。这时候，从事当地红屋的刘邓克邓某人声称可以推赔，还向朱先生奉献了伊自在所谓的成功案例。
随后邓某人以个人所得税收入规定哦，甲人民币高框转让退缴费用为由，要求朱先生向伊转账哦，并成立超速赔的时候，他还指出规定哦，甲退缴的款项。陈某人，得知这个朱先生要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许可证的法人变更手续，于是萌发了想要聘取朱先生钱财用于个人消费的这个念头。陈某人，跟朱先生说他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和法人变更手续，需要5.2万元的股权转让费和手续变更办理费，代为过账。朱先生为此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邓某人转了5.2万元。之后，邓某人又虚构了高框转账需退缴相关金额的事宜。朱先生视而为真，又向这位老邓客转款。陈某人呢，又在一个国家政务平台做了一张假的截图，截图上显示，股权转让费需要代缴3万元以上才可以办理。然后朱先生又转给陈某人2万元。至此，朱先生总共向对方转了7.2万元。但之后，邓某人却秒步隐形。朱先生迟迟无收到规定哦，甲退缴款项的通款。随后，伊的在伊的陪你的超速，更本就名个人所得税收入规定哦，甲高框转让退缴费用。意识到帮老邓客骗去，朱先生慢慢报警。目前，该话已经告破。犯罪嫌疑人邓某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，朱先生被骗的7.2万元被失效退还。朱先生为此感动不已，近日特地到广东公安平安厅申请留案，向临澳公安分局驻地派出所表达谢意。非常欢喜，驻地所破获线索，非常感谢驻地所帮我退还这7万元。警方也提醒广大群众。陪你营业执照，帮刷顶边境超速，要通过正规渠道，以免上当受骗。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就是抓住了被害人朱先生对办理工商营业执照、许可证，的业务不了解，以及轻信他人的心理，然后对被害人实施了诈骗，在此提醒广大群众，在办理相关营业执照。或者是许可证的时候，可以先通过网络或者到相关部门的窗口咨询办理的流程。如果需要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办理时，要选择专业正规的机构进行委托，避免上当受骗。记得我前面黄杨丹，此刻你要回往广场边头的这条路是周边自由帮助出入的要道。但每日道路路边经常塞满车，这个对于咱的通行带来了极大不便，也冲到万川银行。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管理。五小车道廿回往广场直辖市老上班，伊搭彭孟路班高峰区，这条小区路南边经常会塞满私家车，路况更充两条车道。直出私家车车主为了停乘客，看到更充的两条车道上随意乱停，到底经验拥堵。即咩差不多到5-6点之后咩，塞车是上严重个。上弄这特别摩托落班啊，这弯头的时候，汽车这开了就过。我挂四岁，第二路就要上落班下弯的时候，这摩托也无注意，这四岁去车就撞着。你有挂车，我家己是吓着。前面李小姐也到附近上班，伊表示有挂车，伊开摩托车到街路道上，昨天间被撞着。正咩落班的时候，你话只摩托车喺度，就帮你话弯出来，你只车开对只过来，我抬唔掉，你坐啲啊就起只车开掉，因啲只车上宽咩嘛，其实要啊，开过去，你就坐啲啊去开掉，抬波嘛，死啊抬波啊弯出来，只波死啊抬波就去坐啲啊去开掉。记者到现场抬高，随着你交通高峰时段，轻重有不少车绕到道路两侧。据介绍，这撮车辆大多是周边上班嘅私家车，或直说是绕了好古街僵尸车。记者黄台高直过五星提示牌，顶边写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字样。附近有保安员也表示，每日嘅挂路灯后，这条路路边拢会塞满车，道路经常堵塞。应该不能停了，很多地方，比如说我们摩托车出口也给我们堵住，有些停在这个斑马线，我们全部劝他们下车库。现在我们是免费的，叫他们下车库，他全部不停。弄到时候
两边都停满了，他还可以停到第二排，抢还堵车，经常堵车。随停车、占道停车，爱占用无限计道路之弯，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计通行效率及安全。前面唔少车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巡车监管，对违法停车行为增加惩处。有关政府部门来相关出面来改革这件事，改革前面的这个空调。平新隧道市区一进路入一号开铺做生意，一旦只等店面阁老嘅天花板大量渗水，伊选找二楼做好交涉，但二楼暂时无能调，联系方式也找无，让伊非常焦急。平新隧道十五日前，店面阁老天花板以及墙壁开始渗水，而且愈来愈严重，影响伊做生意。伊只好用国外大坦克渗水，现在楼板嘅配档拢出现崩落。如果再长时间沉楼，担心会出瓦床问题。大部分是漏水，漏啊掉跌落来，跌过大粒，那个还是掉天外板，又是掉漏水，之前又掉水落来，过大粒，影响非常大粒。你在生理各方面拢团了拢影响过大粒。潘先生答：为此，伊想找二楼住户，查看漏水嘅问题出到底个，但二楼已经好久无人徛起。伊找了当地社区居委会街道判定，也暂时未能找到对方的联系方式。找无人啊，只都租客啊，咪个拢找了，都拢找唔人啊，来再个开下门来，看到个租你楼。个平信社介绍，伊个店面是一进路二十一号幺零二号，隔壁店面个二楼的主板是当地的业主所有，因有寡年无出租。伊希望业主睇到报道之后，尽快进去查台协助解决漏水问题。你话就希望他出租有病来这个台山做你咩？来解台诶，台山楼顶个做你咩？开车上路务必安倒驾驶，遵守交规，才能够确保安全畅通。当时有一撮交通参与者却顽固安全，总是为了抢先直播，随意乱闯街。近日，前面罗先生就昨天也撞到一只突然横穿马路的电动自行车。一月早上咩九点半左右，罗先生开车沿金沙东路自东往西行驶到金黄路口，五角红灯，于是停车等候。绿灯到后，伊开车起步准备通过路口，突然右侧冒出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伊汽车头前，罗先生有点出手不及。何地欢迎新手慢慢刹车，不然就撞起去。当时我就属于一个盲区，吓了一跳，然后也很生气，特别的危险，很为这名驾驶员担忧啊。幸好我当时刹车比较及时，没有造成那个事故。万一造成了发生了的话，就是害人又害己。罗先生提前个驾车记录仪视频显示。电动车驾驶员当时根本无注意交通信号灯变化，反无行斑马线，就抢秒横穿马路，丝毫无意识到危险。随后花热无气势个变道，扬枪而去。罗先生答：电动自行车乱闯闯现象，到市区不少路口拢出现，导致经常险象环生。罗先生就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引以为戒，勿免同惊。就是希望各位电动车驾驶员一定要遵守交规，不要在道路上随意变道穿插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。近日，北京市丰台区教育部门出台文件，探索驾驶特殊机制，急停拼车亮红灯。有评论就指出，驾驶的铁盘碗遭到独步拍破。一月七号，北京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召开2024年监察会议，通过了。关于推进丰台区东小学驾驶区管校评管理局的监察界浙江处事，新年起该区将加强对驾驶界年度考核及考核改革运营，探索建立驾驶特殊机制。根据新规，丰台区对评起来年度考核不合格的驾驶，评起结束后学校可以不再续评，或降低降为等级，调整降为评型。对不服从组织外派或者外派到新岗位后，年度考核仍不合格的，学校可以按规定停课，改得聘用下单。丰台区此次探索建立驾驶特殊机制，是对取消驾驶服务铁盘碗观念，从而停灯现象落了名药。
长期以来，家事行业是否应该迎接特殊机制，必须关注。何为家事无兵接，不下嘅家事无兵做，会导致家事品质考试竞争激烈，直拼难求。日现有品质却冲到浪费嘅情况，既有些教育界公平公正，化解嘅财政支出嘅压力。不过，建立特殊机制似乎又用过走向末位淘汰嘅极端，增加家事来管嘅负担，不利终身从家。即系想到躺平嘅家事，不可能应心家事容量，也谈不上挨干敬业。不过好在划平交接职称之后，即将躺休在，往往是家事躺平嘅高发期。做好做摸即系要等等，也用过成为家事躺平嘅外在要因。但无论如何，多拼不多干，能破一世界坦白乱想，拢唔应该成为家事嘅上多。日现五界管理指导等，只要不违法，不严重违反相关规定，学校几乎无任何办法约束坦白嘅家事。加上人事管理嘅角度来看，行政是一大漏洞，也不利家事健康成长。目前贵阳、贵安、浙江宁波、山东平阴等地区，已经出台动小黑家事特殊机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明确宣布家事特殊机制界已经有超过十个省市，可见家事特殊机制的建设且多独步积累。任何一个行业业务额直捞容易，对于从业人员及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达拢未可失。家事自我素养、专业技能的提高，当然需要自身的努力及对正确的认同。外在激励约束机制的妄想也不可忽略。洪台区支持探索建立家事特殊机制，无以鼓舞形式示范价值。